啊，我认为是啊，几乎所有的政权都是为他们的信利以服，是吧？就是信利以服啊。并且有全球化的趋势，我认为是这样，因为如今的全球化，整个地球啊，所有的政权，我认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服务对象和目的啊，就是把不是他们的女人或者女儿的女人，逼着去为美国老头是吧？各国权贵。还有权贵手下的乌龟王八，比如，够得上乌龟王八条件的有钱人，提供性服务，是吧？比如说，那边住在德国老板那边，他那个邻居嘛，那个有钱人是吧？那个也是房东嘛，是吧？那个王八，又矮又胖的王八，是吧？就是这个，逼迫不了，起码得监控熟，这所有不是他们的女人或者女儿的女人啊，防止他们有自愿的性关系。这个就是虽然就是他逼迫不了你去跟乌龟王八睡觉，但是他起码让你没有男人是吧？你没有男人啊，你要有性关系，你就特别是对我，这我都是从我自己亲身体会到的是吧？这就是从我亲身体会到的，就这个当然也是有意义的，是吧？虽然你是绝对不可能去跟他们去上床，但是，你不愿意跟他们上床，你不可以有男人，是吧？你不可以有自愿的男人，有也要把你给拆掉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是吧？这就从外围保障了那个美国老头、各国权贵是吧，以及权贵手下的乌龟王八们的性资源了是吧？起码就是你要是自由的话，那些卖淫的女人，提供性服务的那些女人看了肯定的，这个不平衡啊，肯定不平衡是吧？所以他这个趋势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是吧？这个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，全世界，我认为有全球化的趋势，是吧？比如这里的警察，是吧？估计也是提供这种服务，因为我长期听见鬼说话，总结出来这个结论，因为经常说，是吧？震惊警察局，大概就是说震惊这里的警察局，是吧？我的说的话还震惊，有听见鬼讲话，是吧？但是今天听见鬼讲话说警察局啊，监控啊，所以说这个他们，我认为我感觉我体会是吧，好像都是为一个目标在服务是吧？什么对不起警察了是吧？说我如果跟哪一个男的去约会，对不起警察，他这个就是说你不可以有性关系，大概都是一个意思是吧？这就从外围保障的美国老头、各国权贵以及权贵手下的乌龟王八们的性资源啊，比如这里的警察，估计也是提供这种服务的。因为长期听见鬼说话，那声音总结出来的这个结论，他们这个群体是非常庞大的，就像滚雪球一样，只要能观测到的，都进了这个性利益的雪球，这个性利益的雪球。所以呢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我的敌人，不管是表面上，表面与实质，表面上，与实质上统一的敌人，还是表面上装成是朋友或者亲戚，实际上就是我的敌人，是吧？就是我所谓的那个家里面啊，是吧？这些体会是吧？是我几十年亲身经历得出的，真言是吧？不是道听途说，不是像那个什么苏小河讲啊，下水道，中南海的下水道是吧？我没有这个下水道，但我是亲身经历的。我这里讲嘛是吧？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我的敌人，因为这个是肯定的是吧？因为我。
我听见鬼讲话，说着，他说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敌人，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收买，是吧？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收买，因为你这个，只要什么人，跟我有关系，他认为这个需要把他收买了，收买了，是吧？他能收买得到，他可以给他提供女人啊、钱啊，是吧？各种各样的资源，是吧？他不允许他家里有威胁，是吧？有威胁可以雇佣他，比如说这清洁工啊，男的清洁工，雇佣他来爆炸我，都有可能啊，没有什么不可能，雇佣他来爆炸我，是吧？来爆炸我，来把我给炸掉啊！让我变成残疾，啊，他如果能够这个清洁工能够来爆炸我，那更有说服力的，那个效果是更好的，是吧？因为他曾经跟我发生过性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第二次出来就是他一直劝说我出来，是吧？他一直劝说我出来，那习近平胡建邦肯定的会说啊，都是因为你一直叫他出来，所以他第二次出来，是吧？但其实我是也有想第二次出来，其实跟他也没什么关系，是吧？关键还是我自己。因为所有的人，因为这周围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我的敌人，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我的敌人，因为他们一直在监控着，哎，只要他一看这个人可能是。可能跟我有关系，或者说对我有利有好处，那他就得去收买了，啊，所以说所有的人都可能加入，跟我有关系的都可能加入这个大雪球，这个性利益的大雪球，成为我的敌人，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我的敌人，是吧？所以习近平说要称霸全球真的不是虚话，表面上西方的很多人哦，还有海外自称民运的说他们追求民主自由啊，说他们跟习近平是有区别，可其实实质上实质上他们是习近平福建帮一伙的，判断这个不是看他们说了什么，不是看他们犯了什么屁，是吧？而是看他们说的话，是否其实是有意义那个性利益的大雪球，他们的性利益是否也加入了这个大雪球，他们对这个大雪球，他们对。这个大雪球有贡献啊，也从这个是否也有贡献，是否也从这个大雪球里面分了一杯羹，是吧？是这个判断是这个啊，不是看那个表面上放的那个屁，是吧？放的那个屁其实从他们说的那个话也能看出来，是吧？也能看出来，不要说这现实里面他们的那些信利，那个连接，那个连接点啊，不需要看那个，那个我们一般的人也看不到。所以现在整个世界有各种灾害是吧？比如 COVID-19、洪灾、地震等等，都是正常的，这是人类应该得到的，是吧？所以习近平福建帮如果不成功，不是人的因素导致的。因为对人类来说，他们几乎是不可抗力的，不可抗力，是吧？他们那个是天的因素导致的，他们想取代天，结果被天所灭，是吧？如果他们会灭的话，那就是被天所灭，没有什么人能够抵挡得了他们的这种洪流，是吧？他们那个就是，不得了的一种存在，是吧？这个就是人类应得的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我觉得土耳其的人还可以，国民的素质还可以哦，所以他们这个 COVID-19， 他们也顶多的，但是他们死亡率好像应该比较低哦。你看最近看到那个什么印尼是吧？印尼死的很多啊，是吧？巴西当然我不知道，我不了解，是吧？
之前就巴西就死很多，每天都是1000多天。那现在印尼盖过比巴西还要多，那给我的感觉，印尼应该死那么多是吧？我认为他死那么多，是非常称职的，是非常恰当的，一点都不过分，是吧？那你说美国人？美国人还西方的人啊，最近美国又数字又上来，是吧？美国他确实的，他感染了很多，他的死亡率也不低，是吧？那当然我对美国人也不见得很了解，是吧？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他西方白种人社会他好像就是性自由性解放嘛，是吧？他那种比如说他有搞那种比赛嘛，是吧？比赛一次一个很多很多女的跟一个男的发生性关系，是吧？这一次活动大概有统计的最高记录，大概有多少百个男的跟这个同一个女的发生性关系，这种游戏都搞出来，那可见就是说这些他们要这个死亡率不低的话，我觉得也不意外，是吧？一点都不意外。所以我觉得有的东西相对来说会也挺恰当的，也挺恰当的。就反正这个土耳其他这个那他本来是第5名啊，现在好像到了第7名啊，他反正都是前10名嘛，让他那个感染率是挺高的，但是他的死亡率比较低啊。然后他阿联酋他可能他那个生活水准比较高嘛，是吧？他那个生活水准比较高，所以他那个死亡率他好像每天大概都是1500左右的啊，死亡人数比较少啊。那阿富汗呢？那个，因为他那个条件比较差嘛，那他那个死亡率相对来说高，是吧？相对来说高，医疗条件不行啊，穷人多，那个医疗保障是很糟糕的，是吧？非常贫穷。那他那个检验出来每天的那个数值，他因为他。他那个条件可能没有检测的条件。你看这里土耳其应该比阿富汗好多，但是他这里没有叫你去检查，没有叫你去检测，是吧？那他那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？可能就是人已经有病的，感觉自己有病了，自己去医院去检查出来啊。所以你说我感觉都很恰当，我感觉很恰当，是吧？你说那个印尼死那么多，我认为活该，是吧？应该死那么多，是吧？印尼给我的印象是很糟糕的，是吧？那日本他曾经侵略过中国的，他日本怎么说是发达国家嘛，然后他也走上民主的道路啊，这个可能给我的印象也好一点。当然最近日本也突破10000了，是吧？就今年日本也是很厉害的，是吧？比之前我前面有一个直播里面有标题有讲的嘛，是吧？我是从玄学上面得出的这个结论，当时我就说有一点马后炮了，但是虽然马后炮，但我还是比较提前的，是吧？我当时也算提前有了这种悟性，我就说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说2020年这个冠状病毒是对西方人白种人有害。2021年他这个疫情是有害东方人，危害东方人家，所以日本人肯定有东方人啊。这个从玄学上面，那大卢今天昨天那个视频又出来了，在大卢他那讲的，我觉得他讲的
当然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嘛，肯定得去听，也会听哦，也会听他说的那些。那当然他的知识面也比较广，是吧？那因为人家有师傅啊，我是没有的。那他的那些想法是什么？但我认为我的那个我还是比较精确嘛，那我认为我还是比较精确。这个是逃不掉的，是吧？我这个是很精确的。我说这个去年这个有害于白种人西方人，今年是有害于东方人木性的。金克木嘛，是吧？因为他这个病毒变种了，变成之前的话他仅仅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害于西方人，那今年这个变种出来的这个病毒它是有害于东方人啊。至于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限的，不可能说这个病毒是自然产生的还是实验室，还是因为我不是刘伯温，我不是李淳风，是吧？那个水平差的远的多了，是吧？那只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体会，还有听见鬼说话声音，这个听见鬼说话声音是听见的，是吧？那这也得要有验证证明了，才能够证明说这个是对的，是吧？没有经过证明，不准，那也就是不准了，是吧？